咋了？笑啥？笑啥？这个是建国老师第一次在节目中有 CP 线。哼，给我干蒙圈了。其实我也不太懂。哎，我感觉那大伙儿爱听，那我就说呗。我们是喜剧演员嘛，就娱乐嘛。这孩子一点不招人烦。你找从自己身上找乐子嘛？对，你从你自己身上找乐子了吗？你不都从我这找的吗？哎、那没有我也，你那也乐不起来嘛。也对。那么这条线有可能变成真的吗？那谁知道了？那谁知道了？大家好，我是王建国。终于到了总决赛了，朋友们，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，谢谢。也非常感谢这个沈腾老师和罗老师这个精彩的这个开场，《甄嬛传》逗死我了，太好玩了。这才有总决赛的样子嘛！你看这观众都这么好，嘉宾这阵容强大，就是我们这集的，就是这个主题名字起的也非常好，叫这个既是终点也是起点，对吧？这是一个什么深刻的道理，朋友们？这是这个在操场上跑圈的基本知识啊！就是你不知道这个，你容易跑丢。真的，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总跑圈啊，因为我从小我就是那啥嘛，我从小就胖，我饭量又大，我那个饭量可以说是就是一人吃饱全家挨饿，然后我上大学就实在想瘦下去，我就跑圈，一天跑10圈，年轻人新陈代谢就非常快，我一个月瘦了30来斤，我减完肥之后真的整个人就容光焕发，就别人一看这小伙啊，1.87米大高个，又高又帅又幽默，哎呦。他就同学看了也高兴，老师看了我也喜欢，平时脾气再横的老师那看着我这张脸他都横不起来，哥们当时那个长相，那就是老师的狮子去掉上面那一横，那叫一个帅。就多少人曾惦记我年轻时的容颜，哎，那个时候看我一眼就把持不住的不光只有李雪琴。我就猜到我一提李雪琴你们就高兴，哎，这咋整，你说你这，我先说说我长得帅的事儿啊，就因为我确实也没帅几天，后来很快我就胖回去了，因为我就胡吃海喝嘛，我就觉得减肥这么容易，就以后再减呗，然后去年我就终于又想瘦下来，我就重新开始跑步，准备把我累死，就我就咬着牙在街上跑啊，不是跟你们吹，那真是整条街最慢的仔，就周围的人还看着说这个宅怎么这么慢，他会不会是超宅，我说后来我就放弃跑步了嘛，我就心态崩了，就每当我心态崩溃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我的一个好大哥，就是老程啊，老程就是程璐啊，我程哥，我程哥，我程哥，我这是我遇到过的心态最好的人，就我俩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了，那个时候的老程还不是现在的老程，而是那个少年老程，老程就很少心态崩溃，工作压力再大就他都一笑一笑就能扛过去，所以我这么多年我就一直想学他，后来我发现就是也不能全学，你就别学到最后是吧，人格是挺完整的，家庭破碎了。这个段子我还给程璐讲过，程璐听完就特喜欢跟我说，建国你在舞台上讲这个我就弄死你，你看这就不是老人变坏了，就而是老程变坏了。其实大家也能听出来，就是我讲程璐的这个段落呀，就是为了说刚才那个谐音梗，就硬加的，就整个这个段落就格格不入，你发现没有，就放不都收不住啊，可是都总决赛了就让我玩一把嘛，对不对，你就是你不理解，你不理解我爱说谐音梗，我还不理解你们爱听炒 CP 呢。不管怎么着他都开心，是是，就这个时代有太多的东西我理解不了，我对这个时代的感觉就跟我跑步一样，就是以前能跟得上节奏，现在不知道为啥忽然跟不上了，我也试图跟上节奏，真的，你比如说比赛之前我就找到雪琴，我说铁子呀，我说你看这样商量一下子，就咱们演出每篇稿子是不是大概就是1200字，对不对，1200字，要不总决赛咱俩就不写别的了，
就你写500遍王建国，我写500遍李雪琴，大伙儿就好像挺爱听的，对不对？雪琴听完就很开心的说，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，因为人算容易算错呀，3×500是1200吗？就今天总决赛嘉宾阵容有点过于强大了，好几个喜剧大师，就能跟他们一起出现真的是我的荣幸。就这段话我本来就想放在开篇就说，但是我没有这么做，因为我不能一上来就骗你们。不是那个意思，就是是真的很荣幸，因为我知道就艺术搞得好又没把自己饿死，这是非常厉害的。我年轻的时候就觉得那搞艺术就得穷，穷才厉害。我第一次租那房子一个月就是600块钱啊，下雨漏雨，刮风漏风。我朋友来我家做客，待一会儿他都傻了，就说你家连个空调都没有，为什么有风？我还自豪呢，我说这可不是一般的风，这是我的两袖清风。不是，但是我现在我已经住不回600块钱的房子了，而且就我的艺术也没搞好。我这就属于跑着跑着就忘了起点和终点，跑就只是因为不敢停。可是朋友们，就直到我现在我还认为，就是在脱口秀这个行业属于我的时代还没有过去。因为首先他就没有来，就一个东西他想过去他至少得先来，对不对？你看我连个时代都没有，当着这么多前辈老师我还是敢这么横。他们最多就是淘汰我呗，时代已经把我淘汰了，对不对？不差你们几个，真的。就各位老师，一会儿实在不行，你们就把我去掉，就是老师的“吃”字去掉我这一横，你们就是帅。谢谢大家。回来了，参加了一个特殊。对。谢谢王建国，喜欢王建国的朋友们，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。3、2、1，请锁票。哎呀，掌声再次给我的王建国，行啊，回来了，王建国，很精彩啊，炸疯了，尤其说自个儿帅那一段，哎呦喂，这么多年皮肤保养这么厚啊，包浆了都，嗯，对，我厉害，真棒，嗯，谢谢哥，有一个玩王者荣耀的也叫老帅，也特别厉害，啊，跟我特像。是吧？对对对，也爆浆了是吧？也是雪琴盘的吗？讨厌，这喜剧前辈没有包袱就不说话。可以。哎呦，这恋爱中的男人就是不一样。就我觉得这是。